我们两个已经讲好，这节目结束我们要二人转了，很难得有两个男生的二人转，对不对？我就来耍那个手。哈林哥，我觉得你有点被洗脑了。哎，我们那小静静又不见了。太不行了。那你们两位转身的导师有没有写过跟吃的有关的？你这么说出来怎么了？还有想吗？觉得这个一个海甲，李老师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我觉得好，两位导师，好了，来，你要做决定了。哎，来，我就说我一转过来我就看着他。姜汁饼干还有吗？啊，有。一箱一箱一箱。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我跟他要饼干啊。除非你明天再送别的菜给我。还会撒娇了啊。我是魔鬼中的坏蛋。魔鬼中的奸蛋。哎，我是帮你的。哦，你说他是魔鬼中的奸蛋，对不对？魔鬼中的炒蛋。破梗。哎，破梗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你了。没关系，我们需要这样啊。